转又被打了。哎，到底可不可以有两个定裂了呀？就觉得好慢哦，不行哎，天哪！他也不能透过研究来取得第二个定裂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嘿嘿，被打回去了，没关系的，很快我就回来了，教你们怎么快速搬回去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那反正你们暂时也留一下。哦，你看啊，每个地方离圣城近的地方都算圣城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惨的，那个图标挡在那。灯是什么意思？学院二十阿波多，学院二十，哎，学院其实已经在室内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只是比较久而已嘛。太好了。